陶姐不好意思，请问淡水要怎么去啊？我不会去淡水。那骑车怎么？还车，然后搭捷运。好，你介绍，麦哥。在白眼。白眼翻起来。看黄花洞那一支影片吗？他有提及你。有啊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觉得剪完之后变得蛮可爱的。蛮可爱的。对对，是应该是很多男生的菜。真的啊，你的菜吗？我有一点心动。可以解释一下为啥带这个吗？我看今天速度有多少。所以你要把它放在哪里？上面。你要绑在这上面。对对 对。然后你还拿踏品。不是踏品的，坐，马表坐。速度有多少？因为有史以来你们出车速度最慢的一次。来，谢谢。先吃。先吃。我真的好胖哦。我最喜欢看速度。最喜欢看到宿醉的人一起来骑车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很想睡觉。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他宿醉，然后早上被我挖起来，然后直到半个小时。好，你可以讲你现在的感觉。好想睡觉，然后好痛，然后我这样穿超丑的。哇，很有型哎！我们的目的地要去哪里？打字包。打字包。啊，你要面对害羞镜头啊？对啊。而丽丽，这不是你。好啦，淡水。好，雨下太大，我们就撤退。没雨啊，没有雨。我给你介绍，我同事小赖，小赖。N00，我知道，这我刚刚待有点印象。然后这位是麦哥，不知道。哎，不是麦哥屁啦，他是那个强什么阿哥？强什么？小强吗？耶，要出发了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去淡水。耶，别闹了哈。好，第一次行程。我们到河滨了，还有吗？我们老妹要死！才刚出来就跟我说你累死！哎，强哥带我们起床起错条，然后现在真的是有点尴尬，就是我不好意思跟后面的讲，所以我们要装作这一条是对，然后继续骑，然后想办法切到对面的脚。打棒球，你会打棒球吗？超强，真假的？以前球队的。我以前篮球队，看不出来。我以前是垒球队。他们没有球的意思啊！抢回来啊！不服输的男人。这速度还行吗？可以啊，很悠闲。我觉得很悠闲。我们现在要从南势角骑到淡水，非常惬意的行程。这个行程原有呢，就是为了带N00出来运动，所以这一团就这样成立了。N00对于骑去淡水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们现在进度几趴了？一趴。没有，有两趴。好，两趴。好，还行啊。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到20趴。你有这样骑脚踏车去淡水过吗？骑过一次，人生唯一一次，很棒哎。然后我就后悔了。那你这次怎么又碰上了？因为辣岛之间把我的行事历拿过去，然后填上了这个行程。你超难约的。约了大概两个月吧。不止，没有，我刚才约运动约了快半年。我刚才在你地上，有病！你不要拍我手啦！没有，拍你！喜欢真实的感觉。那我刚刚跟倪一鲁在骑车哎，难得吧？是超难得的哦。强哥现在速度多少？12。这速度可以吗？可以啊，现在听速还有3.1耶。哎呦，很优秀哦，因为我们刚下坡滑坡。帅喽！怎么样？喝水小卡，还行吗？好累哦。当兵不知道这么贵吧？太小卡吗？那小兵你当兵有演员？喝水小卡不是那个当兵都要打喝水小卡吗？哦，真的。强哥应该不是那个年纪的。强哥的年代是25岁，退伍2年。好的。我不是飞手吧？不会啦，我会全部剪进影片里。好，先不要。不要。三个不对，4个女生。我说，不对，我找到我了，有4个女生陪你骑车，天哪！
被女生包围，无比的光荣。我们到了马场，什么马场景纪念公园。那妮妮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 OK 啊。他就是六怎么样？你看你到底是多缺车友？说真的，你很不错啊。啊，所以阿强，哎，所以你之前夸奖我骑得还不错，其实就只是为了夸奖是吗？没有啊，是真的骑得不错啊。我要鼓励啊，难道我要说你骑得很烂，然后你就不想来骑了？你到底有多缺车友啊你？就像爬山一样，第一个弯我就会跟你讲快要到了，很远。每次都这样骗人。哎，鼓励好不好？完了，就是这一支影片剪出来之后，全部都是我的，没有的。OK， 我们现在骑了要一个小时，然后只骑了10公里。我们现在骑了10公里，11。我们骑50几分钟后，骑了11公里，有点慢。还要到淡水，应该有点小难。是不是很好玩？是蛮好玩的，是不是？体力不够了，我。我的好朋友都蛮高的。你骑架可以先开到练，是不是？怎么会骑车有关系吗？有那个车架大小啊。哎，这个很贵，我可能没有办法，我很穷。没有啊，直接帮你借好车了。我真的，那可以。刚刚主人已经说要借你车了。真的？你要借车了吗？有。输赢好凉啊！现在脚伤第二礼拜，原因快好差不多，现在可以开始复健。哎，有一团三个人，然后刷我们卡，然后阿强不熟，然后坐上去，完全追不到他。他骑500可是跟下对着公路车了。已经到平常我很熟悉骑的河滨路线了，等一下就到大稻埕喽。喝什么吗？还行吗？现在状态可以吗？怎么感觉眼神死？好热，面不改色的。很优秀哎，你们，我们快可以到淡水吃冰了。这个时间我不是应该？怎么？但是我应该还在床上。这种不是很好吗？你不是这样感觉赚到了假日吗？没有。好了，有了，其实有了。一天才刚开始。怀疑了，很棒，我答应他是不是？这一切都是我不应该住在他家，我就不爱住一晚，然后就被迫要来骑车，继续出发。我们等一下到大稻埕再 show 一下，大家补个。后面变安静了，开始累了是吗？强哥，发抖腰。所以我们要好饿，要吃东西吗？要吃淡水。要吃淡水，我们可能还要2个小时。各位女孩们，我们到大稻埕了。看游艇了。我们看游艇在哪？我们等一下可以吃点东西休息一下。耶，食物食物，要补给了。好吃吗？哦，好劲啊，好吃啊！吃饱喝足，出发上路。现在好难得哦，可以交这么多美。我们现在均速大概12，然后后面三个有越来越慢的趋势。现在这速度配上。微微的风，很想睡觉。看强哥，以后一个月固定开这种一个团如何？可以每个礼拜都开啊。真的吗？哇塞，强哥跟妹子骑车呢。请问跟一群平均30以下的妹啊一起骑车是什么感觉？被宠的感觉，我是朵花。冲着去买东西，然后去丢了。帮忙拍照啊！现在休息，叫他们喝水，不然他们都不喝。孩子们，停下来喝水休息哦！你们这群不喝水的小孩们。好，一口，两口，三口。哎，玲玲 ，Go Go Go Go。
呀呵，我们在桥上面骑车哎。哇，今天天气真的很好。他昨天那边说黄金，今天下大雨，然后很犹豫到底要不要来骑车。我们就是坚持，觉得开心，赚到一天好天气。突然开始下了有一点不小的毛毛雨。你穿太厚了好吗？超晒、我觉得超热，不行，就晒吧。哟，来了，偷作弊啊！我那我作弊？你从哪里骑来？自己讲。从我家骑来啊。偷作弊啊！哎，一群妹子。是。你现在故意戴墨镜，不要让人家看错你了。不要让人家看我的。哇塞，终于有男性了！耶、yeah, ，我们重新出发，破一个照相。路它其实都有指标，蛮好骑这个路段，就走一些小巷子，还要附一站，基本上就是河滨自行车道。哎、欸，你们刚好一白一黑，然后帽子也一白一黑。睡觉，我想在丛林鸟叫中睡觉，或是搭着捷运的 BB 车，然后去淡水跟大家会合。快到了，都到竹尾了，红树林了，到红树林了。现在要穿越这片绿荫，等一下会有一个稍微长一点的陡坡，然后等一下就下滑石板路，然后就到淡水。可以的，要到了，骑多久了？我现在已经骑2小时43分了。2小时43分，通常我们骑公路车大概会花，可以骑到哪里？差不多在竹南了。竹南，差不多到竹园馆吃东西。可以啦，带大家一起骑也不错啊。到淡水前，再一个这个坡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现在他们要不要去渔人码头？第一，不要，我可以搭船，不要骑车。你们好激动、啊！不要，我要挑战，好棒！第一次带朋友用单车骑来淡水，然后我现在很崩溃，然后也很感动，我觉得好可爱。从南视角骑到淡水，骑了35.7K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几分钟？我们骑乘了2小时50分，快3个小时。耶、yeah, ，吃早餐了，要还车啦。哎、欸，扣90块钱，刚刚骑了快三个小时吧，90块。这很感动吗？很感动，真的好累啊。好啦，我们先吃饭，够。耶、yeah ，大脑停止运转中。丽丽，你完成了，请他抖内我。我超买你的车吗？你完全就是爬坡都没有落地。而且那个，我觉得你超棒的，真的很棒。同台压力，真的很棒。他说不行，你不能停下来，加油，加油，耶、yeah ！我们要回家了，拜拜。完全不让我讲话。双脚骑来淡水是一件很值得感动。我觉得拥有金钱能够从我家搭捷运过来是一个很值得感谢的事情。